石头的，真奇怪。对了，宝藏不会都是石头的吧？不会不会，像米卡那么精明的兔子，就算是石头，也都是钻石。找宝藏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可是这个石头森林的守护神。请问你有水喝吗？哎呀，别摸了，给你水。那，人家好不容易等到下雨接的哦。原来这里叫石头森林呢。哎，听你怎么知道？这不是你刚才告诉我的吗？对，这就是世界上最独特、最壮丽的石头森林。石头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这是什么话？你看看这花瓣、这花蕊、这蝴蝶的翅膀，还有毛毛虫的腿，多么惟妙惟肖的艺术品呢！这些都是你刻的吗？严格意义上是我创造的，我就是举世闻名、受人追捧的守护神加艺术家。好吧，你开心就。神经的人怎么感觉你没有崇拜我？让我猜猜，你是来找宝藏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对对，你知道宝藏吗？那当然，我是守护神嘛，我可以带你去呀。确实没问题，但是我现在有点饿了。你有没有吃的呀？我去给你找吃的。你真是个好人。真好吃。森林里不都是石头吗？那是因为给你拿来的这些吃的我还没有碰，吃还堵不住你的嘴，快走啦。你这是特意给你留的了？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你不会饿的吗？刚才有点饿，现在好多了。你人还不错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带你找到宝藏的。宝藏都有些什么呀？五颜六色的，什么宝石都有。那我们一起去吧。不着急，现在才刚刚中午，吃饱了有点困，休息一下，怎么也不迟。那好吧。
我带你去，很快就能见到宝石啦。玩的也差不多了，现在可以了。还有多远呢？快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哎，你看，那不就是了？你说哪里呀？我怎么没？喂，你在哪儿啊？觉得害怕了吧？石头森林的诅咒你知道吗？什么诅咒？在这里所有的生命都会变成石头，灰色的石头，就像我一样。怎么可能？他们不是你雕刻的吗？是我创造的呀。只要是让我握久了，任何东西都会变成石头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为什么人们会要求所有的变色龙都变色？为什么不会变色的我就会受到排挤，受人嘲笑？我要报复，让诅咒在我身上降临，让每一个人都变成和我一样的灰色。别以为我对你好点就不会把你变成石头。一定有办法能让你也变色的，快点啊，快点！我不，快点！就不，快点！我不！我们会到梦之城找魔法师，一定会有办法解除诅咒，治愈你的。前面就要出森林了，放开我！我不出去，我把那么多人变成石头，他们会报复的。别走，走开了，多管闲事。小心！你什么？你这点力，我把你拉上来！你不要命了？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握久了你也会变成石头的。在全部变成石头之前，我把你拉上来就行了。太危险了，你这个笨蛋！完蛋了，首先在变成了石头，我也走不开你了。我用不了力气了，等我变成石头，你趁着我爬上来吧。但是好像诅咒解除了。好真爱解除诅咒，真是个俗套的事情呢。阿丽平安了，诅咒也解除了，太好了。也就是说，从一开始就没有宝藏了。确实没有了，那些宝藏图都是我骗人。那好吧，不过就算你不会变色，也是最好的变色龙。你要常来找我玩哦。没问题的，你有空也要来梦之城找我玩哦。真的，谢谢你。再见了。再见。哎哎，对了，其实。